大家看到这个这边的船呢，这是威尼斯的船，水城威尼斯，它没有街道的，很少街道，主要就是按照，主要就是这个有船来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。中国竞技舰，那网架安装非常容易，一个人的话，熟练的话，用3分钟时间就可以安好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后边，那边就是桥，威尼斯著名的桥，威尼斯有好几百座桥，这一个城市里有好几百座桥，这是威尼斯的中央火车站。中央火车站，大家看到有很多人在等火车。Shooting go, OK, go, 所以我们跟他们举行了一个招手。